正式开始。昨天打了一晚上靶，已经20个小时了，才第11章。然后现在去把那个之前抽的那个规律已经摸清楚了，咱们去抽一个艾达王出来。录像没录，昨天的打靶没有录。打靶，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没录，非常非常枯燥。直接抽三金，第一个抽三金是独角仙，赚翻了，我用到现在，卖了好多吃的喝的。这个鸡不知道能不能叠加。佩德罗没什么用，但是关键是下一个。艾达王来了，艾达王有了，把这个标一下。然后现在还有五金三银，五金三银的话，可以继续抽那个一金二银的，再抽四个。啊，再抽五个，一二三四五啊，抽五个，抽出来是，光明教辉的那个挂件，体术暴击20%，这个二周目的时候用，还有路易斯的卖武器加20%，也是二周目用，到时候再说，先留着吧。好，这样，昨天汇报一下战况，没有录像。但是已经打完了，到目前为止全打完，就是全 S 加全骷髅，但是第四轮我估计不太行，第四轮的全骷髅还是挺折磨人的。这样的话，理论上金币现在已经是最大值了。路易斯那个一般般，你说挂坠吗？只是加初始状态啊，改装部分不加的，垃圾！我操，那没意思了，那确实没意思了。好，定制手提箱，来新的了啊！蝰蛇的恢复生命效果加40%，吃蝰蛇的时候才需要。这个是鸡蛋，鸡蛋如果挂两个会怎样？难道会200%吗？到时候有掉血的时候我们再试好了。现在先挂一个。里昂的弹药出售，匕首修理费。挂在左侧。然后里昂手枪是一个匕首优惠，一个后背心优惠，然后再挂一个鸡吃蛋恢复。蝰蛇恢复，蝰蛇估计捡不到了，就吃蛋好了。然后卖那个恢复道具的时候再装上甲壳虫，平时就装鸡好了。但这样不太对称，鸡给它挂中央吧。这样，不太好。里昂挂在左侧吧，艾达挂在右边，这样的话两人都看着互相，中间有一只鸡，这样效果更好一点，不要背对背。不漏枪的挑战打了吗？没打，没打那个挑战，好像看到这个挑战，中间再加一个艾什莉，那可以说是完美。那绝对是完美，艾什莉可惜抽不到，我希望有艾什莉和火箭筒，这是我最想要的。打字机什么的其实倒也没有那么想要。47啊，好。现在这个状况确实是比较紧张。继续推进了，
估计要打熔岩巨人，然后还有那个矿洞，还是地下矿车。A little hard for me to put my faith in someone who used to work for Umbrella. So you heard, huh? Umbrella's done for. Oh my god!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m anymore. 我去。You didn't answer my question. What are you after? I just want to feel good about myself. Make a man. 我去，还有这么好的事情，爆炸了呀！传家宝，是的，直接攒到25，一发都不用。这个 Excel 表可以关掉了。什么东西？这也可以，是啊，手柄还说不会掉，随机掉麦琳蛋，谁说？我是随机掉那么多了已经，我操，嗯。好像只有一组，我不确定是不是随机掉，其他都是随机掉的。至少掉6发了。这个 TNT 好像是 supply track， 这个应该是，据说是火箭筒可以直接炸掉的，可惜。这是啥？哦，放炸药。这是 M4， 什么意思？爆炸物 M4 仓库，塌方事故频发。对啊，狗花园掉了一组麦琳，然后我都记得呢，酒窖里面那一帮红衣教主会爆虫的那个地方也掉了一组麦琳，然后这里刚才又掉了一组麦琳，这个桶子我昨天踢了，不是麦琳，今天踢就是麦琳，那么好的事情。他是没发现我，我进去直接开枪会不太好。Like we've got company. What do you want to do? 能不能打到小岛？我估计难吧。喊那么大声干什么？喊那么大声干什么？被发现了呀！我去！哎呀，你看看你！你都你，你妈喊啥呀喊？哎呦！真是服了。你怎么下来了？跟我刚才不太一样。Oh shit！ 两个，什么时候还有这个了？这哪来的？我吓死我了！两发橘子弹带不下。
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等会儿开箱子。武器威力就是王道。哎呦，要炸要炸，不太对劲。据说这个谁，路易斯也可以打死那个谁的，也可以打死电锯的。深满的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刚好。又补回来了，这个按了也不知道干嘛的，没注意看刚才。路易斯喘死了，怎么回事？喘那么厉害？哇哦 ，shit， 这可厉害了，又把菜刀拿不下了这。哎呀，这个也拿不下了。尴尬，还拿绿草，这还拿得下？绿草都不能吃，合一个呗，合个散弹在哪？合个散弹。一发狙而已，大不了不拿了嘛。还有一把刀刀，没啥的。喝个三绿，没必要，留着万一有红草，你又不知道。这还有好多这种东西。宝藏不少，看看去。这边走有一个，啊，看到了，这个是扩展宝藏，嗯，哇哦，
监禁室。这儿有一个，哪儿呢？啊，这儿。哎，按照惯例打不到。还有来来来了，他们有友伤还是怎么回事？音乐没有结束，那好像结束。我的橘子子弹可以拿掉了，没法。但是匕首还是拿不了。匕首这把不要了，就只剩一下的这个啥了，就只能戳一下了。不要了，不要了。寄生兽，对啊，寄生兽。谁呀、啊？瑞瑞，耶，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哦，就在这儿拿炸弹是吧？先不拿，东西搜刮一下。电锯，这边还有一个藏宝，先把藏宝拿了再搞电锯的事情。哦，这儿，我去。很厉害哦，好 ，nice。关键物品应该不占格子吧 ？Dynamite， 嗯，should make quick work of that dead end。问题是我怎么回去呢？
哦，这儿还有跳入，没开过的箱子，30发挺好。手枪子弹，手枪是最安心的，手枪子弹也是最安心的，但是好像回不去的样子，从二楼跳下来。这跳下来，还好下来逛了一下，还多捡个箱子嘞。不会出剑杀，会不会出剑杀？哪个出剑杀？炸的时候在岔路，不会把自己压扁啊？这样的。那就躲路易斯这个地方不就行了？操，那么多！我去，他明明看到我那啥了，他还要这么说。这还可以回去吧？还可以回去存档。剧透，哼，我怎么可能会被炸到呢？傻呀，真是！你以为我没看过用火箭筒通这个地方的 TA 视频吗？闪光弹和高爆雷是不是太多了呀？1、2、3、4、5都5组了。闪光弹和普通手雷太多了。You sure you're just a researcher? I'm just an average guy who used to be quite the ladies' man. 李昂说：“你他妈在我面前说这，哈哈哈，我都笑了。”火药2个，刚才捡了1个火药。真抠门儿！中间目的地会是啥呢？哦，不就是那个吗 ？Big Giant， 是不是 Giant？ 直接把我干到圣水大厅。You, I insist. Such a gentleman. 不不，完蛋了！买一送二。Now you owe me. Luis, heads up. How even? Is it always like this with you?他是认真的吗？洗了，就这。啊？你喂他了吗？没有。
气的跺脚。来了，他哪弄那么多？我操，牛逼！那我怎么打到他呢？红色线柱石，非常稀有的红色线柱石。哎呀，我的狙子弹又没了，好稀有啊！来掉点吧，看看左边掉了点啥。别急好吗？我去，怎么都是钱啊？用你给钱呀？哎，这本来是个啥来着？哦，散弹子弹。哦，手枪弹直接拿满50发，爽到啊！没多大必要上去砍啊，神子弹吗？不是。但是我用狙打得更快，威力大，毕竟是。好像木桶也没出啥好东西，手子弹太多了嘛，一盒冲锋枪子弹。我就那么一点子弹，他怎么不给我掉了？尤其是我的狙子弹非常少，这个好像也不能互动。小手雷是不是可以扔掉了？你这么多手雷干嘛？我不知道干嘛，我没找到机会扔它，所以就一直留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弹能用来干嘛，炸谁呢？这个，这儿有东西捡吗？没有宝藏。Come on， 明天去看马里奥，看看。How's it look？再给点补给吧。Well, that was a pain. They're keeping those things cooped up down here too. The underground here is sacred to them. 完蛋。See, this is where they discovered Las Plagas, preserved inside ancient deposits of amber. Of course they did. 哇，这看上去很贵。手枪子弹5发，捡不下了呀。冲锋枪要扔掉吗？好像用来可以卖啊。那不再合一个狙的子弹，7发，6+7等于13，很容易就合满了，舍不得，就这样吧先。小手雷能破盾，合三绿，绿草留着合红草，或者和黄草一起，你的三绿一合掉，你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了，你就只能把它吃掉。
我现在都留有一丝可能性，五发手枪子弹而已，不要了，咱多的是。操！我说啥来着？吃掉我也不喝。那我现在草药都处于可以合成 黄草药的状态下，对不对？要保留这种合成的能力。收集32、41，也就是还有九个是吗？还有九个，还有九个在哪儿呢？还有九个，1、2、3、4、5，这边五个，五个，六个，六个，七个，还差俩。这个应该是那个打 boss 战的地方，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这个城堡地图有点大呀，还有矿车没去呢。在钟楼，三个弩箭雷，钉到再生怪腰高度的墙上，钉到再生怪腰高度的墙上可以秒。秒什么？再生怪吗？应该刚才下去。是不是应该跑回去把那个啊熔炉好像这个地方断了，回不去了。这这个地方回不去了。能跑回去的话，找商人把冲锋子弹卖了，一会儿啥也捡不下来。这You're not suggesting we ride this thing. Do you see another way? 没有地方卖东西，我难受了。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送掉一些枪啊？把刀送了，要好像要打电锯来着。晚上好。这不 Citizen 吗？看来只能先这样了。没漏掉啥。这里无伤有成就，前面用不着狙，这样，那到时候把狙送回去，要是捡不下东西的话。Give us a push, Sancho. Who are you calling Sancho? 这里应该还要注意那个木板，不要被撞死。I can't believe I'm doing this. Hey, we're in a hurry, right? Oh, by the way, what now? Hope you like thrill rides. 狙可以打虫子，陈老师回来了呀！矿车两段无伤，那有点难。啥意思？一枪就全断了吗？啊！我都没懂什么意思。哎，子弹无限了。
我操，太刺激了吧！完蛋！娟儿挺忙啊，今天应该不播的。难度不高啊！我去，说好不难呢。他在干什么？他怎么啥也不干？哎，为什么这么难瞄？这么难瞄？怎么这么难？这个是不是不应该拿红酒了？应该拿一个带红点的那种。换不了了，只能红酒。操，导演这么喜欢红酒。我喜欢白酒、洋酒。射速很快，分头吐槽手柄那个嘛，今天才刚下下来，还没空说，明天说吧，如果有空的。哦，射速确实很快，但是准音扩散太大了。戴帽的满开红酒，是吗？他这应该做个蓝牌。
好危险。我操！这打红桶，我看到了，但是来不及了。六矿车打五个人。是的，好烦，主要是因为你打了很多遍。这个是往哪边？他没说要打，我自己打掉了。看到就打，看到就打。我操！没了吧？好，无伤度过第一段。回不去了，我去，这是啊，操，这么爽的，这老头要不要把他拘了？急转弯突然有木板，这样的。Thank you.
你怎么不点？哎，来了来了。听到那个声音了，是不是那个东西？十个了，第十一章的，要来了，第十一章的。有，点不下了，我目测十五发呀。太客气了，手枪子弹看看也不够，马上减满，后面给的都是十几发点，十几发一给。这好像就没东西了吧，中转站就意思一下去。哎，你看来了吧，刚才谁让我和这个绿色三个绿的，你说说三个绿要是合了我这个怎么办。嗯 ，nice。这张狙用不着了吗？那我听你的嘛。这个是谁？这个不是那个吗？凯瑟琳·泽塔·琼斯。玩你的，干你屁！先拿专家 S 加，还是专家进奖励？啥专家进奖励是啥意思？先拿专家 S 加了，肯定是。进奖励这个最好是有点什么东西了才来打，比如说猫耳，那个其实本来是可以不打的，但是听说同志们专家 S 加一打通直接解锁硬核和普通 S 加，那肯定要打一下。先二周目，五件火箭筒我觉得买不起，无间火箭筒我就买不起，二周目可能要打那个小刀手枪和不见伤人那个限制，三周目再打这个火箭筒，无间火箭筒 P 难度 A。 好，我还没想好这个无伤放在哪个地方做，存一下吧，对呀、啊，太刺激了这个。运气不错，没受伤。哎，怎么了？
放个屁，啥也不干他。干点啥吧。手忙脚乱，都是这个电锯，其实可以不用管它。这个电锯就是来干扰我的。是的，红酒。红酒挺好的，打身上也可以，伤害够大。过于健康了吧？啊，老年人废。
一枪都没打中，丢人。这个电锯的车还能上坡，就很离谱。我操！你们刚才看啥看呢？不是我，他看着我干啥？他动手啊！我们无语了。晚上好，风铃。看着我干啥呀？我都不知道要看哪边了。车可以打烂，电锯可以打死，这样的。哦，我试试看，还有这种事情。他这儿明明是上坡，越开越快。我试试，有意思。反正无简单。
他们的矿车是机。Citizen，Citizen， 别买舰长，大哥，别乱买舰长。不能因为九老师不播就给我买舰长，这跟我没有关系。不想看。哦耶！哎，哈哈。臂力惊人。Give us a 3-2-1 next time, yes, Sancho. Whatever. 哪里？有个宝藏，虫巢。哦，我是这样兜了一圈到这儿，然后又这样兜了一圈到这儿。好家伙！Actually, this works. Oh yeah, let's get on that lift. This 抬头打虫巢有眼镜，的眼镜有任务的眼镜。哦，这样。这样有意思，提前打掉。去。刀没了，没有补给啊。掉下去了。
哪还有眼睛？看不见了。操，没完了。子弹了，他了吧？Give me a break. We can make it if we circle around. Come on. Pain in my ass. Pain in my ass. 要存吗？这有点绕到另一边，看不见。对了，看不见。